the sun up high, the cicadas sing as the weeks drop by. Read all day in a hammock sway, time like molasses and melts away. 到巴塞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要决定要买什么样的交通票，幸好这里的站务人员人都很好，最后买了 Limousine 的票，可以搭八次，大家共用。巴塞火车是巴塞隆纳市区，来巴塞隆纳的波盖利亚市场，真的菜奇亚，生蚝，好香。西班牙火腿，我们途中经过皇家广场，要去吃午餐，在巴塞的第一餐。然后都是两份，这里有超多奇奇怪怪的果汁，然后我买了木瓜芒果口味，喝起来很像柿子哎。我们在已经千辛万苦久了10分钟才终于到圣家堂，看我连话都说不好，很壮观。进到里面来了，人超级多，太阳也超大。大家都是来看他的，这是鬼斧神工，每一处都是很细致，非常的壮观。圣家堂、玛利亚塔，还有一些塔没有完成。这个雕塑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。这个地方是玫瑰回廊，是献给玛利亚的，可以被玫瑰围绕。这个柱子是乌龟耶，最近才装上的门吧，没有非常多的细节。这个是大蒜虾，然后炸海鲜综合，然后还有这个辣的青椒，还有烤蘑菇跟烤芦笋。接下来是蜂蜜烤鸡，然后这个是西班牙烘蛋，还有这个是鹅肝跟牛排的组合。生意很好呢，我们吃完就排了超多人。好来 Coco 喝百香双响炮，6欧，不知道是台币的几倍，但很爽。糯米，穿着我的球衣来朝圣啦！我的卖家，朝圣。来，它就会有这一站，就是让你可以在绿幕前面拍照，然后最后看你要不要买照片。这照片墙可以选你想要看什么。金球奖的时候，都是以往的奖杯，然后还有一些历史的介绍。马拉多纳。特斯欧冠的奖杯，坐在这里，2015的欧冠。
完，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熬夜在追啊，美好的年代，马儿好帅，梅西的金靴奖们闪到眼睛睁开的那种，哇，天哪，梅西的七颗金球奖都在这里，2021的。走通道过去媒体访问的地方，来到媒体联访的这个房间了，好扯哦，过去这里坐了多少人啊，买 VIP 的人就可以在那边拍照，大家懂吗？这里是在巴塞球场给客队更衣室，然后这边有按摩啊、休息的地方、战术吧。过一个通道，这里球员进场的通道，他们平常就是这样子下去的，感受一下。啊、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祈祷室。这里就是球员的座位，别吵。这边有卖模型，还有巴塞的草吗？然后还有这个球网，踩在球场上。这里的座位真的偏旧，然后还有可以看 VR 的地方。好想高处坐位是球场最高处，下次再来看比赛。Hola， 这个就是高地的巴特罗之家，我们要开始逛巴特罗之家了。前面这就是米拉之家啦，说下就下的巴塞隆纳突然就给我一个爆冷晚餐。来巴塞隆纳的海边踏浪，夜晚的沙滩有人在玩排球，不同的感觉。夜晚的海滩这么多人，来到奎尔公园前要经过这个超长手扶梯，没有在开玩笑，上面还是一阶，超扯的，应该要继续。我们现在在奎尔公园的广场，然后从这边望过去，天哪，可以看到海耶，看得到吗？那边蓝蓝那条是什么？高地真的是太神奇了，把它拼得这么好看。座位区的下方也没有马虎，
有名的那只变色龙，变色龙本人。太热了，手机都在发烫。这个酒是桑格利亚，没有很重的酒味。这倒是评论里面大家都推荐的一名出牌，谢谢。我们写肉。美露加生火腿，阿吃美露加生火腿。你们就是米食主义者。哇，鱼炖饭超大坨的，走，第一次。蒜虾。末日是花枝。餐厅好吃，吃到杯盘狼藉。西班牙的凯旋门。要来逛毕卡索美术馆。买了一个焦糖的肉桂卷，外观看起来很好吃。来蔬果店买美露。加泰隆尼亚音乐宫，外观超酷。超好笑，会喷爆哎！我们来看魔幻舞台。逛不完的普拉多博物馆，来马的美食之间，1894就开的 Heroes 专店，然后很多名人都有来吃过，墙上都有照片。来吃 Heroes 的，这是热巧，然后这是牛奶咖啡，这是大油条跟小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们现在在马德里的主广场。脚下这个就是西班牙公路系统的起始点，整修中的太阳广场，这是马德里的象征，熊熊跟野梅树，这样就不要想了。今天晚上吃 Taco Bell， 这薯条的粉很好吃哎、欸。吃优格冰，小冰的，然后我们中的这么大份 ，Pistachio 感觉配水果很奇怪，完蛋了。July with the sun up high, the cicadas sing as the weeks drop by. I read all day in a hammock sway, time like molasses and melts away. Need to beat the sleepy sweet heat, my friends call it all like to meet it. So you see,